小子，给我交出来！我四乃佛门净地，施主气势汹汹而来，未免惊扰了佛祖，请施主下山而回吧。我看你活腻了，做梦！谁敢动我师父？我劝你们一句，乖乖就擒，否则我让黄泉寺片瓦不留。寺在人在，寺亡人亡。给我踏平黄泉寺！耶！师父的话，你快走！师父，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不，重八，你要记住你身上的责任和使命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你走，你快走啊！师父，有的青山在，我马没开手。杀！杀！杀！红土杀光！走啊！师父。
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你参加叛军了，全都是被你逼的，这是大逆不道的死罪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你怕什么呀？呀呀，你不敢死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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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亮，有亮，住手！看在我们过去有交情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。我跟你有什么交情？你抄我的家，夺我的妻，践踏我的尊严。我像蛤蟆狗一样在你面前求情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错了，我过去错的是一塌糊涂。你听我说，现在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，朝廷是我们的朝廷，你跟着叛军混是没有出路的。你就是混得再好，也不过就是一个草寇。你跟着我，饶了我一命，我会帮你加官进爵，叛军所能给你的，我会加倍的封赏你。我饶了你很容易，可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我怎么可能再把一只狼当成一只狗对待呢？如果我放下这把剑，你就会提着我的头去朝廷领赏。哼，我再傻再天真，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阎王怕？哼，我今天就让你去见阎王，你们在地府里就好好的会一会吧。好。